Đúng không? Sao không? Mình bắt đầu học lớp. Đầu tiên, cuối tuần bạn có kế hoạch gì? 热身一，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请大家跟我读一下：北方，北方，作业，作业，电脑游戏，电脑游戏，面包，面包。地图，地图，周末，周末，好，请一位同学回答一下。另，第一幅图是什么呢来，你？A 是啊，什么哎，呢？是地图地图板图。B 是什么呢？，B 是面包，面包本米。C。明米，C 是周末，周对末回顿，D 是电脑游戏电脑游戏这 game 点的，E 是作业作业摆的 F，F 是北方。北方明白。面包好二用一个词说明下面图片的内容，请一位同学。不能，不能。Mighty 不能。孙秃，古老哎。孙秃不姓哎，我命啊！Amelia，好，第一幅图是什么呢？他在做什么？他在搬家。哦，他在搬沙发、搬东西，被撸、卷撸。第二幅图，他在做什么呢？他正在复习。他正在复习，很好。第三幅图，写打算。在写打算，很好。约，给坏。第四幅图。他正在很着急。他现在很着急，非在这了，我这了，现在很着急。好的，谢谢。课文一，谈周末的打算。các bạn xem không xem sách。để nhắc lại còn nhắc lại第được一课，周末你有什么打算？课文一，谈周末的打算。周末你有什么打算？周末你有什么打算？我早就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请你吃饭、看电影、请你吃饭、看电影、喝咖啡。咖啡。请我。是啊，我已经找好饭馆了。请我，是啊，我已经找好饭馆了，电影票也买好了。电影票也买好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生词。
周末，周末打算，打算啊，啊跟，跟好专有名词，小丽，小丽小刚。鬼盾板高子顶级。周末你有什么打算？多尼桑的漏蕊，我早就想好了，没办法跟，请你吃饭、先冰、看电影、玩咖啡、喝咖啡，没多，请我能为对打顶的管安容。是啊，我已经找好饭馆了。卫生巾不摸得着，电影票也买好了，对文车规定高年低工为半空，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课文二，在家。课文二，在家。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都写完了。都写完了。明天不是有考试吗？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我早就复习好了，我早就复习好了。那也不能一直玩啊。那也不能一直玩。生词，一直，一直游戏，游戏作业，作业着急，着急复习。复习。刚送来这跟白搭搭上车。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答卫生黑了。都写完了，奶奶就快搞白件袈裟。明天不是有考试吗？刚烧我就崩空了。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刚打 on 打三的 low 我早就复习好了。外地工配，外地工空的这双哎，那也不能一直玩啊。课文三，聊旅行计划。啊，旅游计划。课文三，大家跟着念。聊旅游计划。下个月我去旅游，我去旅游。你能跟我一起去吗？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没想好呢。你觉得哪儿最好玩？你觉得哪儿最好玩？南方啊，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南方啊，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不冷也不热。不冷也不生热。词：南方、北方。给办新子听啊，那爱啊，M 台灯得堵着过呀，台灯得堵中农家乐嘞。含烧对地入力，把高铁提供为对空。我去旅游，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对，文车规定个，我还没想好呢。反感陪左脑嗨嗨呢？你觉得哪最好玩？闽南方啊，南怀怎么搭景呢？第一，我路来。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闽南关农，南方太热了，棉巴谁都喝不就。北方好一些，空懒工空农，不冷也不热。课文四，准备去旅游。课文四，准备去旅游。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这些我准备下午。再多带几件衣服吧。几件衣服吧。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还是少带一些吧。还是少带一些。生词：面包。面包。带地图地图。班。花果本米家有准备三朵。总搭广慢挑拧紧了，水花果、水果、门米、面包加茶，有准备三轮，都准备好了，怎么多广慢给紧了？我们还带什么？电话拉多啊，电话买顶板路，木改工空腿条的，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您图多打准备三个酒红瓜罗，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慢腾外不滚熬哪年，再多带几件衣服吧。怎么搭地入里空快卷呀？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还难慢一滴，还是少带一些吧。好，请两位同学读一下。另一个。林文刚，热闹。周末你有什么打算？早就想好了，请你吃饭、看电影、喝咖啡。请我。是啊，我一起炒好反观，我已经炒好反观了，电影票也买好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在家，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都写完了。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我早就复习好了。那也不能一直玩啊。聊旅游计划。下个月我去旅游，你能跟我一起去吗？我还没想好了，你觉得那最好玩呢？南方啊，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不冷也不热。准备去旅游，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
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再多带几件衣服吧。我们是去旅游，不是半价，还是少带一些吧。很好，谢谢。冰老我们讨了，请两位同学读一下。谈周末的打嗯。算。周末你有什么打算？我早就想好了，请你吃饭、看电影和咖啡。请我。是啊，我已经找好饭饭馆。馆了。电影票也买好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渣渣，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作业写完了。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我早就复习好了，那也不能一直玩呢。聊旅游计划，下个月我去旅游，你能跟我一起去吗？我还没想好呢。你觉得那？最好玩了。南方啊，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不冷也不热。准备去旅游，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再多拍一集，几件衣服吧。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还是少带一些吧。很好，枫林文广林苑呢，请两位同学读一下课文一到课文四。谈周末的打算，周末你有什么打算？我早就想好了，请你吃饭、看电影和咖啡。请我。是啊，我已经找好饭馆了，电影票也买好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恰恰，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写吗？完了吗？写完了吗？都写完了。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我早就复习好了。那也不能一直玩啊。聊旅游计划，下个月我去旅游，你能跟我一起去吗？我还没想好呢，你觉得哪最好玩？南方啊，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南方太热了，
北方好一些，不冷也不热。准备去旅游，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再多带几件衣服吧。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这是少还带，是还是少少带带一一些些吧。吧。很好，谢谢。请大家跟我读一下：手机，手机，哪儿，哪儿，复习。复习，电脑游戏，电脑游戏，饭馆，饭馆，喝咖啡，喝咖啡。好，课文一，周末你有什么打算？交给会计，我早就想好了，早就，还等了这，懂得，给了浪迹的路人。hai người quen nhau từ lâu rồi. Câu lại nói thế nào? Quen nhau từ lâu rồi, quen nhau, 认识, đúng không? Chào chiêu rận sứ lợ. Wǒmen zǎo jiù rèn shí lè. Bà tuổi mù từ lâu rồi. Wǒ nǎi nǎi zǎo jiù shuì jiào lè. Tuổi ăn cơm từ lâu rồi. Wǒ zǎo jiù chī fàn lè. Hǎn hǎo. Zǎo jiù gǒng wěi dǒng tù. Xin nghỉ chứ phạm, khăn điện ảnh, hơ cà phê, chính ủa. Sư á, ủa ý chinh chào hảo phan quản lợ, chào là động từ, cùng với kết quả, chào hảo tình được quán ăn rồi. Điện ảnh票也买好了, không chỉ là nằm sang, còn mang nghĩa là hài lòng đúng không, nằm tốt.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 要不要搞念南极空。课文一，端了，端，请在。问，周末，男的小刚有什么打算？周末他有，他早就想好去，周末他打算请。请小丽请小丽就放。看电影。看电影，喝咖啡。好的，他打算请小丽，mời ai A 请 B，让别记得的话，请他吃饭、看电影、喝咖啡。好，请问小刚准备好了吗？小康准备好。他找好饭馆。买好票电影。电影票啊，电影票。很好，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准备上上路，买好电影票，然后找好饭馆了。那小丽打算跟他一起去吗？小丽打算跟小刚一起去吗？小丽啊，还没想，还没想好。很好，他还没想好。文车 quitting，很好，谢谢。课文一主游了，给会计什么打算？该中呢？早就，不额及结果，懂得更为好。提了南山，文港南多。课文一还有什么问题吗？课文二在家，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做写完了吗？懂得拱为完，约了南山了哦。吃完安山，做完南山，写完约山，一直来说，佛得等了这懂得，好了顶得。
都写完了。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不是吗？蒋怀骚，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怎么怀给急？明天带骚的哦，带骚，我就功空咯。我早就复习好了，功了功为懂得了复习，那也不能一直玩啊。那能把灭了喂，得着结果啊。课文二。请问儿子正在做什么？儿子正在做什么？他儿子正在玩电脑游戏。哦，他儿子正在玩电脑游戏。请问明天儿子要做什么？明天他儿子要做什么？明天他的儿子有考试。嗯，要考试。他着不着急？他着急不着急？A 空 A，坏了，别急。啦，还空的吗？他不着急。为什么？他早就复习好了。哦，他因为他早就复习好了，很好，谢谢。课文二主要了明的伊拉福德一直不额几结果了，完写完吃完，嗯，不是吗？讲反烧怎么还为冤念啊？早就还有那。课文二还有什么问题吗？问题。课文三聊旅游计划。下个月我去旅游，你能跟我一起去吗？疲劳搞懂得啷远了，能了，否定了，不了，明丢得了，这谁得呢？我不跟你一起去，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我还没想好呢。想好，你觉得哪儿最好玩？哪怀为危机的哦？都南方啊，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不冷也不热。哎妈，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不好，那请你回答一下。请问小丽打算什么时候去旅游？是下个月的。她打算下个月去旅游。那小丽觉得哪儿最好玩？小弟觉得是南方。小丽觉得。南方最好玩，那请问他去过南方吗？他去了，是啊，他去过了，他他人去在过，啊，去过了。好，是什么时候去的？是去年去的，去年这个时候，不录来的吗？去年这个时候去的。那小刚觉得南方怎么样？小刚觉得南方太热了。嗯，他觉得南方太热了，很好，谢谢。课文四，准备去旅游，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有准备三个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再多带几件衣服吧。再等会这顶得了啦，明天呢？再多吃一碗，再多穿一件哦，明天呢？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
还是少带一些，还是在这里是什么用法呢？还是哦，对了，是了，等于的哦，还是嗨啦。明天要考试，我们还是在家复习吧。等于一点，嗨啦，而呀，嗡达的乱啊。那请问男的准备了什么？男的准备，旅游。准备旅游。他准备带了什么东西？他准备了些什么东西？他准备苹果，面包，茶。手机，电脑、电脑，地地图，图，很好。水果，快把苹果。水果。那请问女的还打算带些什么呢？女的还打算再带些什么？你呢？半路日定了，慢腾，您多几了？他打算呢，带呀衣服。他打算再带几件衣服。那小刚为什么不同意小丽的意见呢？为什么不同意小丽的意见？意见呢？一点了，因为不是搬家，因为他说他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好的，课文四还有什么问题吗？地图了，板路。一张一张地图，您给几了某某吗？您还怎么张？你比如俺的吗？photo，再来了，一张照片，一张照片，一张票，喂，再来共了张一张地图，课文四还有问题吗？注释一。有没有哪位同学准备了？糟了，爱公婴儿子。结果补语好，补母子结果好。结果补语好，用在动词后面而稍懂的，如吃好、准备好，表示动作完成并且让人满意。我吃完了，只表示动作完成。我吃好了，表示不但吃完了，而且吃得很满意。热了还冷，例如热呢，热了的空。哎呀，请你读一下，补额起结果好。bộ ngữ chỉ kết quả hảo được dùng sau động từ để diễn tả hành động được hoàn thành và làm cho người ta cảm thấy hài lòng. Hãy so sánh hai câu, "我吃完了" và "我吃好了". Câu thứ nhất chỉ diễn tả hành động được hoàn thành. Câu thứ hai cho biết người nói không những đã ăn xong mà còn ăn rất hài lòng với bữa ăn. Sau đây là một số ví dụ. Cái gì nhỉ? Y ba cái tối nay là gì ạ? Quả.今晚，今晚的电影小刚，小刚一起买好票了。已经，已经买好票了。cái gì tiểu cương后bé跟着，让em chuẩn bị bài thơ。em đọc rồi ạ. Em đọc rồi. thì tầng 2 các bạn cô sẽ không dịch nữa nhá. Thì tất nhiên là các bạn là chịu khó về có từ là không biết thì mình tra rồi.
中华景好起了，好上了关，关上了好，中上了个门外人一抬，明明有的。好，二。二，饭还没做好，请你等一等会，一会儿。等一会。三，去旅游，去游戏去的，旅游，去旅游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四，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很好，练一练，练一练，有哪位同学准备了吗？好吧，刚买书的，你刚拿到书，我不能跟你出去玩，明天的汉语课我还没准备好。很好，准备好。二。我们打算去旅行，我已经买好火车票了。三，快！什么？我们准备出门了，准备让外人快怎么样？在出门前，我们要怎么样？什么衣服？快穿好衣服，很好，穿好我衣服。们准备出门了。好，快穿好衣服，我们准备出门了。你有搞多了，好了，够了，烤肉的，干嘛搞得热带呀？好了，猫咪快过。好。过做个榜八分钟，给同学们30秒，八分钟，每人造一个句子，打木勾，一个过门个榜，用懂得讲为好，这了名中的懂得讲为玩的哦，那不如几个话。现在我们用懂得讲为好。我先款给够吧，大概一人，这个你们得给就穿上，这个得来把上头的开了把头的。一个人明码扫明码的滚奥名单可以踢，穿好。啊，这个沟通还是挺好的，你把上头你的话也是的，把路给的。空空空，这个跳鹅岗，跳鹅岗了，比如了，敏感的符合为给。背着，给了马上滚哦。穿完一批绒，穿完整整衣服了，明中了，穿好。好。另外，请你用补几个管好，打木钩。我做好饭了，好，我做好好饭饭了，了。很好，好了。明天的电影我已经买好票了。很好，明天的电影我已经买好票了。爸爸，làm tốt bài kiểm tra thì做好，chưa hảo khảo sư à做好考试题了。昨天我chưa hảo chưa hảo khảo khảo sư thì lợ. 昨天我做好考试，我已经做好考试题了。很好。乱啊，都更为好。我学习好了，好，我学习好了，很好。热，老师解释好，很好，老师解释好了。让我们打在第三轮，解释在听。端啊。好，忘了。明天我去旅游，今天我准备好了，准很备好，好，嗯。很好。明天我去旅游，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好，二，一什么也或者都拱为不。
或者没表示否定。该简答是否定。用一共为了的，共为 than 的名词，加上也或者都，加上不或者没有，加上动词表示完全否定。不灵啊。勾住，都出现的是福利。勾住呀，一共为了的，共为 than 的，共为也或者都，共为不或者没，共为 don't 的容得简单是否定判断。比如我一个苹果，苹果也不想吃。所以木瓜刀共空蒙安二。昨天他一。件衣服都没买，小丽，小丽，一杯一杯茶茶也买，也没也喝。没磕，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带。少带，好的。第一句，苹果它的量词是什么？了的苹果，个好。第二题，衣服的量词是什么？件。第三题，茶的量词，杯，很好。所以，木棍塞多一个空摸。一本书也没买。好，这了国家说去了民众不去了民众没，去了人不去了人没。不和你的空，没你的车，没提腾的名否定，让的没时间，没提了名腾腾来了，让的，好了，你懂的刮壳，过去的我没吃饭，文车安跟哦，好了，让的，不。命中了否定音，懂得能源，比如说不会、不能，懂得能源，不会、不能、不可以，画那懂得几根离，空气、空忧，不喜欢、不爱，不防否定，顶得不热、不冷、不漂亮，懂得几根离。好的，Cái đầu tiên là động từ gì đây? Cô viết tắt đây, bu cộng động từ gì sau động từ tâm lý? tổng từ năng nguyện, Năng nguyện á? tổng từ năng nguyện, Nam nguyện á? đúng không? Ví dụ là Nam.不能，您能来，可以来，会来，您得了这种的，明白了，懂得能源，Năng nguyện. Năng chị không phải nam. Năng好nguyện.的。Năng nguyện.好，每个用了一共为冷的，打磨勾火锅，用30秒时间准备。风铃啊！我一点，你文字好的一点一个，对母改本米工作安。我一个的面包也、也 不没没吃吃。得了冻子瓜壳，那么好。分安。对母改卫生兵工控搞卫生兵。电影，电影票在了冷得机。我一张电影票，公一控张搞，电影票，也我也或者都没有。都没有，好，我一张电影票都没有，闹了。我一
一支笔也没有。很好，我一支笔也没有。关了，请你用一什么也没有。一本书也没有。很好，我一本书也没有。我滚塞滚空讲。好的，有时候上面的一加上量词，还可以用一点来表示。例如，对路一共为了的公交车的台板一点。例如，乱啊，请你读一下。第一到第四，我一点呢，东西也不想吃。爸爸来着，这个星期我很忙，一点学问也没有。腿胀了，给姐姐乱，那，腿胀了，时间，一点时间。一点时间也没有。三，今天早上我一点了咖啡都没喝。四，我一点了钱都没没带。带，所以不能买衣服。很好。我一点东西也不想吃，我就读公空蒙安。一点时间也没有，我就可以让公公搞。请大家用30秒准备。一点咖啡都没喝，我就咖啡公空翁。一点钱都没带，我就点公空慢挑。我命啊！请你用一点造一个句子。今天我觉得一点累，觉得什么？一点累，没点。一点累起了，而得空发了否定换段的哦。一点也不累，就没了否定换段。我今天觉得一点也不累，我就公公没。好，另啊，一点。我一点儿，我就讲空气白，我就讲空气白，空气白我就脑白诶，白一我点点也不喜喜欢欢他。他，很好，我一点也不喜欢他，好，早上我一点茶都没喝。很好，早上我一点茶都没喝，哈哈。今天去电影院一点，钱都没带。哦，很好。今天去电影院，我一点钱都没带。当谓语是形容词时，通常用一点也或者都加上不加上形容词，表示完全否定。否定。你呢？该把你的勾住了了，否定换段。TV 你了顶的勾住一点也或者都。加不加顶的，跟的 wrong day，连打死否定换段。比如，好了，请你读一下第一到第四。他一点也不累。二，南方一点都不冷。三，那个地方一点远。也不远。四，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很好，练一练。
很好，一个字也不认识。二。二，这件衣服真便宜，一点也不贵。很好，一点也不贵。继三，续。我没带钱，一点东西也没买。很好，一点东西都没买。我没带钱，一点东西都没买。我就都红红摸。三，连词，那放在句首，表示根据上文的意思得出的结果或做出的判断。大胆，请你读一下。例如，em bà phần tiếng Việt của cô。Na được dùng ở đầu câu để chỉ kết quả hay nhận xét dựa vào nội dung được đề cập trước đó. Ví dụ, đọc đọc luôn ạ. Ví dụ. E của xiang truy khan tiên định B Na ua dễ bu truy lơ R A Mình thiên tơ khảo sư ua chào chiêu tuyển gì我早就复习好了。复习好了，B，那也不能一直玩，玩那啊。啊，那也不能一直玩啊。好的，给大家30秒准备，每个人造一个句子，用那。听到吧，请你用那打么歌？那比如，今天下雨了，蓬莱怎么了？喂，听到没？那我们在家吧，我们在家看电视吧，我们在家看书吧，啊。宁愿呢？今天下雨了，那我不去看电影吗？很好，今天下雨了，那我不去看电影呢。打，嗯，那打不勾。哎，这个比较过。森林的，那比如说。电影票都卖完了，卖完了。왜생빈다방했죠？都卖完了。왜팀이남지？预备啊！很好。那我们，那我们回家了。那我们回家吧。明天再看，奶奶。没先，明天再看，练一练。一。断了，M 两个分来车，断了那。，M 两分来车练一练，哎，妹，这周末我不想去。周末我不想去想商店买考东试商西，店买东西。不想去周末，去商店买东西，得为多一个空地。所以啊，我那也不，啊，那我也不不去去。啊，明白这个勾来了。我不想去看电影，那我也不去啊。二，外边下大雨了，不能去踢球了。得喂，能急？外面下雨了，得过会没没办卡呢。另啊，干嘛为准备个分来火锅？
不能去踢足球了。那我们在家看电视吧。好，那我们在家看电视吧。好，第三。这补三，对不起，红色的手机已经买完卖。了，卖完了。那我买黄色的。好，那我买黄色的 move on，或者那我可以看看黄色的吗？喂，tôi có thể xem thử cái màu vàng không？请大家跟着一起读，打算。练习一，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一、打算。打算去唱歌。打算去唱打算做什么？做什没么？有打算。要周末你有什么打算？那你有什么？二、一直写作业。直写作业，一直生病。一直生病，一直不高兴，直不高兴，你怎么一直玩儿？一直玩，三，着急，行。很着急，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呀？四，跟小狗玩儿。跟小狗，跟朋友去买东西，跟朋友去买，别跟他旅行。缘分，你能跟我一起去吗？你们跟我一起。五，带地图，带地图，带饭，带饭，没带作业，带作还业，是少带一些吧。还是少带一些吧。二，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另一，你写完作业了吗？很好，好，二。上个周末我们去朋友家玩了。很好，三，八个，到。Cô em mới lấy sách cuộn này em.好，风铃。别玩。别玩，Touch。玩和烧死了，懂不懂哦？玩什么？玩游戏啊，认得。别玩游戏，别玩手机了。快去睡觉，猫叮五滴，好，昏安四。他说好，请我吃饭，但是没带钱。好，每个看跟了空慢跳点，好的，好吧，em cảm biết một cô 明天我要上上课。课，上课，不能带你们一起去玩。不能跟你们一起去玩，跟慢你。挑点带钱跟你们，定好吧。六，你是什么时候，时候？什么家？搬家，卷呀。什么搬家的？我怎么不知道。不知道？上个月。上个月好，干嘛你有准备摆呢？七零元呢？啊，失语了，我摸，你是？去去，我想买这辆车，太亏了，林渊，张开没开？22页，22页，七
Em nhìn thấy màn hình của cô chưa? À, dạ vâng. À. Nhi shì bèi fāng rén ma? Bú shì, wǒ shì nán fāng rén, tuì người miền Nam. Hǎo de, duān le. Dì bā. Thảo quán, thảo quán thì giờ xin mơ. Thảo quán gì đây cô, em không nhớ từ này.考完试，你有什么？Lý sẩn, lý sẩn mơ.打算？我还没想好呢。thời gian là cô nói một trăm câu không bằng các bạn từ chuẩn bị một lần hai lần thì mình trong chuẩn bị là mình có thể là tra từ là không biết mình viết pinyin vào trên xong là có nghĩa là gì các bạn chịu khó chuẩn bị bài nhá. Toàn em đọc lại một lần nữa câu ba à câu Khảo tám. khảo quán khảo quán Khảo quán khảo quán sư. khảo quán sư nỉ dở sớm mơ tả xoan của hái mấy sẻng hảo Thật đó, xin xin. Đi chỗ. Loan à. chào, đi hảo, quả sáng mai y trang đi thú. San khoai chén. 3块钱 好. Ở đây mình nhìn thấy trang thì tương nhiên là sẽ là照片、电影票、地图，很好。第十，热呢？累吧，吃点面包吧。好，你也吃点吧。很好。农民啊，第三部分。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乐府都写完了吗？洗好了吗？地朵。因为后来你好懂得讲为好，然后补个几句话。我。我一个以前乐府也没写完，也没写好。很好，我一件衣服也没洗。继续，一朵。怎么落地？你什么时候洗？我打算今天下午洗。很好，另啊。小狗怎么没吃饭？我的狗生病了，一点东西也不吃。那带你，也没吃，对啦你啦，先挂科的也没也没去，吃。好，那带你的狗去医院吧。好，那带你的狗去医院吧。很好，好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办吧。没关系，我一点也不累。那我们，那什么，我一点也不累。那上面卷上完没你的？那我们班好再休息很吧。好，我们班好，再休休息息吧。好。吧。好，因为他说一点也不累。不令啊，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还没买飞机票呢。你知道在哪买票吗？知道，我跟你一起去吧。很太好，好了，谢谢。很好，知道我跟你一起去吧。这里根据课文回答，我们已经做过这个内容了。汉字，这个萌宝宝，旅游是什么意思呢？入里，客人，游客。
入开好，外边，边外地方，地方外地，离开别人了外地，比如说我们在河内，那出了河内的地方就叫外地，外行，没有当然哈内地，外行内地外了外地，北方，缅巴门，拱格北门，格巴。啊，双人活动，请大家回答问题分安啊。那比如说，我今天没带钱，衣服用一点什么都。我今天没带钱，上了 M 补送跌条。我啥要命？啊，比如了，我今天没带钱，所以我一件衣服也没买。那比如说。我每天都运动，所以今天爬山怎么样？每天都运动，那今天爬山我觉得一点也不累。好，上网，我的同学都很喜欢上网，都很喜欢上网，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上网，很好，着急。我都，明天的考试我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那所以，我一点也不着急。好，我家，我每天都走路去上班。因为从我家到公司一点也不远，好忙。这几天我都和家人在一起，因为我都和家人在一起。拱北人呀，因为我不忙啊，因为我一点也不忙。请大家拿出练习册。我感觉边读边练哦，你有空准备把你会考跳皮吧。第一课，周末你有什么打算？一、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例如，喂，请问张经理在吗？他正在开会，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好吗？一，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你工作一直忙，一次电影都没跟我一起看过。一，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你工作一直忙，一次电影都没跟我一起看过。二，喂，您好，请问是搬家公司吗？我们要搬家。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搬？二，喂，您好，请问是搬家公司吗？我们要搬家。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搬？三，爸妈，今天我给你们做晚饭，你们打算吃什么？真的呀，那我们吃点牛肉吧。
三。爸妈，今天我给你们做晚饭，你们打算吃什么？真的呀，那我们吃点牛肉吧。四。今天的面包真便宜。是啊，那我们多买几个吧。四。今天的面包真便宜。是啊，那我们多买几个吧。五。这是哪儿啊？你开错了吧？我们怎么回家呀？别着急，车上有电子地图。五。这是哪儿啊？你开错了吧？我们怎么回家呀？别着急，车上有电子地图。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听句子判断对错。例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他希望自己很健康。今天我想早点回家，看了看手表，才5点。过了一会儿再看表，还是5点。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那块手表不是他的。六。这个电影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们看书吧。他不喜欢这个电影。六。这个电影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们看书吧。他不喜欢这个电影。七。你怎么还没准备好？快点吧，没时间了。他一点儿也不着急。七。你怎么还没准备好？快点吧，没时间了。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八。明天的考试我都复习好了，没问题。他考试考得很好。八。明天的考试我都复习好了，没问题。他考试考得很好。九。去南方旅游，去北方旅游，去哪儿旅游好呢？他还没想好去哪儿旅游。九。去南方旅游，去北方旅游，去哪儿旅游好呢？他还没想好去哪儿旅游。十。家里一个鸡蛋也没有，明天早上吃什么呀？家里还有很多鸡蛋。十。家里一个鸡蛋也没有，明天早上吃什么呀？家里还有很多鸡蛋。第三部分，第11到15题，听短对话，选择正确答案。例如，小王，帮我开一下门，好吗？谢谢。
没问题，您去超市了，买了这么多东西。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11。你们等一下，我穿好衣服送送你们。你太客气了，外边冷，别送了。男的打算做什么？11。你们等一下，我穿好衣服送送你们。你太客气了，外边冷，别送了。男的打算做什么？12。下个月我们去南方旅游，怎么样？南方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一直想去看看。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12。下个月我们去南方旅游，怎么样？南方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一直想去看看。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13。大宇，你快来帮我一下。这么多东西，你怎么一个人搬？你儿子去哪儿了？女的请男的做什么？13。大宇，你快来帮我一下。这么多东西，你怎么一个人搬？你儿子去哪儿了？女的请男的做什么？14。别买票了，一个好看的电影都没有。那看看明天的吧。他们为什么没买票？14。别买票了，一个好看的电影都没有。那看看明天的吧。他们为什么没买票？15。这是哪儿啊？我没带地图。我们问问那边的游客吧。不用，我就是地图，你问我吧。男的是什么意思？15。这是哪儿啊？我没带地图。我们问问那边的游客吧。不用，我就是地图，你问我吧。男的是什么意思？第四部分，第16到20题，听长对话，选择正确答案。例如，晚饭做好了，准备吃饭了。等一会儿，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快点吧，一起吃，菜冷了就不好吃了。你先吃，我马上就看完了。男的在做什么？16。小周，你们搬家啦？是啊，从公司南边
搬到了医院北边。是吗？那你们离白雪家很近吧？对，他们家搬到了医院南边。现在小周家在哪儿？16。小周，你们搬家啦？是啊，从公司南边搬到了医院北边。是吗？那你们离白雪家很近吧？对，他们家搬到了医院南边。现在小周家在哪儿？17。这是你的小猫吗？真漂亮。谢谢。它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想好叫它什么呢。女的的猫叫什么？17。这是你的小猫吗？真漂亮。谢谢。它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想好叫它什么呢。女的的猫叫什么？18。你帮了我这么多，谢谢你。不客气。晚上我请你吃饭，就去公司南边的那家饭馆。好啊，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18。你帮了我这么多，谢谢你。不客气。晚上我请你吃饭，就去公司南边的那家饭馆。好啊，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19。你怎么了？一天都不高兴。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点都没复习呢。别着急，你学得好，考试没问题。希望这次能考好。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19。你怎么了？一天都不高兴。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点都没复习呢。别着急，你学得好，考试没问题。希望这次能考好。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20。你桌子上有那么多书啊。对，都是我买的。你真爱读书，哪本最有意思？给我介绍一下吧。我爱买书，但是这些书我一本都没读过。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20。你桌子上有那么多书啊。对，都是我买的。你真爱读书，哪本最有意思？给我介绍一下吧。我爱买书，但是这些书我一本都没读过。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老命啊！第1、第2题。一。你怎么过去的一封昨晚呢？你怎么用布又告诉了你工作一直忙，一次电影都没跟我一起看过。答案是 F。答案是 F，请问
男的经常和女的去看电影，对吗？不对，他不对。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很好，第二题。喂，你好，请问是搬家公司吗？我们要搬家，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搬？答案是 A。答案是 A。那好，请问女的可能在哪工作呢？女的可能在搬家公司工作。很好，第三，谢谢。第三、第四题，你等等我。公安的，三，爸妈，今天我给你们说晚饭，你们打算吃什么？真的啊，那我们吃点牛肉吧。答案是一。请问今天谁做饭？今天，儿子做饭。儿子做饭。他们今晚吃羊肉，对吗？不对。不对。好的，第四题。是今天的面包真便宜，是啊，那我们多买几个吧。答案是 B。答案是 B 啊，他们正在买面条，对吗？不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多买几个面包？回避了。因为，因为今天的面包。真便很宜，便宜。很好，谢谢。定了吧，第五题。定了我的一个第五妈题，妈，这是哪几呀？这是你哪儿？这是哪几呀？错了，你开过了吗？爸，我们怎么回家？别着急。别着急，车上就有电，上有看电子，电了，答案是 C，有电子，C，答案是 C。百度电子地图，M 到了不能了，电子地图，电子地图。好的，答案是 C。第六题，零元呢？第六，好吧，第六、第七题，所以就那个六，这部电影1.2亿也没有，我们看书吧。他不喜欢这部电影，答案是对。答案是对，他打算做什么？他不喜欢这部电影。他打算做什么？打算日定那么急？他打算看电影。看书，看书，第七题，对吗？M 的步数8呀。都属北。七，你什么还没准备好？快点了吧，没时间了。答案是对。答案是错，他一点也不着急，
答案是错。为什么他很着急呢？bởi vì là trong因为没因时为他没时间了。很好，因为他没时间了。谢谢。好吧，第9题。昨天的考试我都复习好了，没问题。他考试考得很好。我跟你讲，这是答案是答案是错。请问考试是什么时候呢？是明天的，明明天，所天。以不知道结果，然后中间的空别给管的哦，所以是错。第9题。去南方旅游，去北方旅游，去哪儿旅游好呢？他还没想好去哪儿旅游，是对了。答案是对，好的，谢谢。第10题，断了。第10、11题，这里一个，哎，关不来的个，鸡蛋，鸡蛋了。龙儿鸡蛋。这里一个鸡蛋也没有。明天早上，这什么？这里还有很多鸡蛋，答案是错。答案是错，好的，第11题。第11题，你们等一下，我装好衣服，送你们，客气了。你太客气了，外边外面冷，冷，别送了。男的打算做什么？答案是A 是 A，答案是 B，答案是错的呀，就是。答案是 A 送朋友。请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天气很冷啊。今天很冷，他出去前要做什么？他出去前要做什么？要出钱，要出啊。要穿好衣服，穿好衣服。好的，谢谢。Lina，第12到第13题。第12，下个月我们去南方旅游，怎么样？南方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一直想去看看。关于你的，可以知道什么？答案是 C，很想去南方。请问女的去过一次南方了，对吗？对。不对，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南方旅游？他们打算下个月去南方旅游。很好，第13题。第13，大雨，你快来帮我一下，这么多东西，你怎么一个人搬？你儿子去哪了？女的，请男的做什么？答案是 B，搬东西。搬东西，请问女的没有孩子，对吗？不对，不对，孩子空宝宝，答案是错。他有他一有个一儿子，个儿子，很好。大雨儿的了灯儿带屋。好，第14题，差不多第14题。别买票了，一个好看的电影都没有，那看看明天的吧。他们为什么没买票？答案是 B，没有好看的电影。好的，可能他们打算看哪天的电影？
他们打算看明天的电影。男的觉得今天的电影很好看，对吗？不对。不对，好的，好，第15、16、17题。15，这是哪啊？我没带地图，我问问那边的，游客，游客吧。不用，我就是地图，你问我吧。男的是什么意思？答案是 C 啊，他知道这是哪？很好，请问男的是第一次来这里，对吗？第一次来这里，不对。不对。第16题。16，小周，你们搬家了？是啊，从公司南边搬到了医院北边，是吗？那你们离白雪家很近呢，很近吧？对，他们家搬到了医院南边。现在小周家在哪？答案是 B，医院北边。医院北边，请你读一下"搬家"，"搬家，家"家。很好。虫，吃蜢虫，从，很好。请问白雪家在哪？白雪在医院南边。在医院南边，别南国病变，很好。第17题。17，这是你的小狗吗？小猫，小猫吗？真漂亮，谢谢。它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想好。叫它什么呢？女的的猫啊，叫什么？但是 C 还没有名字。还没有名字，很好，谢谢。到了第18、19。十八，你帮了我，这么多，谢谢你，别对了，对不了，客气。不客气，晚上我请你吃饭，就去公司南边的那家饭饭馆。馆，好啊，我还一次还是一次，一次都没一去。次都没去过呢。关于女的，关于你的，可以知道什呃呃知呃知道什么？答案是 A，没去过那个饭馆。请问男的为什么要请女的呢？哦，好来的好吗？男的为什么要请女的？bạn nam tại sao mà mời bạn nữ? 因为因为他帮了男的他帮很了男的多，很多。很好，bạn nữ là giúp đỡ bạn nam rất là nhiều. 第十那九，到了，当当。是我问你一下。女题，观礼呀，女的是什么意思？观礼，练光灯把奴。关于了啊，关灯把奴，观礼，观礼呀，关于，关于呀，好的，关于，谢第谢十你，九不客关气，于，第19题，把嘛搞得搞够了哈，得了空有搞的猛咪哈姑娘，第十九题答。19。你怎么了？一天一呢，天都不高不兴。高兴。明天就要考就试要了，考试了。我一点都没复习呢。别着急，你学得好。好，男的为什么让女的别着急？
男的为什么让女的别着急把男带上了把女等哦？因为因他为觉他得他觉得女的女的学得学好，得好。考试没问题。好的，第二十题，二十一题，分令了。20，你桌子上有那么多书啊？对，都是我买的。你真爱，你买，真爱读书。你现在图书，哪本？哪本最有意思？哪本最有意思？给我介绍一下吧。给我介绍一下我吧。爱买我书。爱买书，但是这些书，这些书我一本一本都都没没读过。读过，关于关男于的，男的，可以知道什么？请问答案是答案是 A。A，爱买书，男的特别喜欢读书，对吗？男的特别喜欢读书，对不对？对。错，把那窝公踢倒塞，答案是错。好，第21题。21，你怎么了？今天一点东西都没吃。F，可能是工作太累，生病了。很好，谢谢。那命啊，第22到第24题，那命啊，得看我。公安啊，第22到第24题。22，今天是周末，你去学校做什么？答案是 C。今天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去哪了？M 足以勾老了勾子，勾老勾骚 C 了子。请问为什么今天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为什么今天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问我公公讲，因为今天是周周末，末。好的，第23题。23，周末有时间吗？我打算请你吃个饭，好啊，哪天？哪天好？请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吃饭呢？一起吃饭呢？什么时候一起吃饭呢？答案是答案是 D。什么时候？Kino 安根狗喵。答案是周末。周末24题。24，你是新来的医生吗？答案是 A，不是。我一直在这家医院工作。很好，第25到第27题，好吧。答案是 B。我刚买书，答案是 B。这是两，对不起，周老师 B。对不起，周老师，现现在，在不在，那我明天再来吧，谢谢。很好，请问他找谁？他找找谁？丙埃，他找别的老周老师。周老师，很好，第26题，一直是什么意思呢？论一论直，说，周末。回顿带，
慢挑，搬，选，卷，声音，声音名称好，点，安康，安康，安康，面包，粉米，好，26。这几年我 A。一直忙工作，没时间去旅游。他为什么没时间去旅游呢？因为他这几年都很忙。因为他这几年都很忙。好的。端了，第27、28题。母亲，你呀、啊，你当时的，你搬家的时候，我来帮你吧。请问他正在搬家，对吗？他正在搬家，对，对不对，不对。不对，好，第28题。这个面包很。很不错。不错，是你。是你买的吗？很好，第29题。之前，你看，第29哦，通了，文了 M 了，断了29题。这件新衣服，是什么的？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买的？上周末，我妹妹呀，给我一起去买的。我妹妹跟我一起去买的，请问这件衣服是上个月买的，对吗？上个月，上个月买的，对不对？不对呢？不对，是上周末买的。好的，谢谢。另啊，第30到32题。35，现在北方很冷，多带几件衣服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请问 B 可能是南方人，对吗？对，对，第31题。31，妈妈是个北方人。20岁的时候，跟爸爸一起搬到南方住，一直住到今天。南方说他南方话。南方话，他现在能听懂一点儿，但是一点儿也不会说。答案是 A，妈妈不是南。帮人，A，妈妈不是南方人，请问妈妈的南方话说得很好，对吗？南方话了，顶闽南说得很我好，这都不对。不对啊，他一句南方话也听不懂，对吗？一句句了，内乱民众了。了的句没勾，一句也听不懂，对不对？不对，不对，第32题。32，我们小时候下了课都在外面玩游戏，那时候的游戏是运动，现在的孩子也玩游戏，他们在家里坐在电脑桌前。玩的是电脑游戏。现在的孩子们喜欢玩电脑游戏，答案是 B。答案是 B，玩电脑游戏，很好，谢谢。林渊呢？第33题。
33. Trung Quốc人说，做事的时候别着急，要多想想，想好了再做。中国人觉得做事不能，答案是 A。着急，那咋请问样？中国人觉得做事前应该要怎么做？做事前呢，这可以让别的哦，应该怎么做？面能听到？面能听？现在想好了，在做，很那找好，好了。很好，要多想想，想好了再做。第34题，34，我爱旅游，喜欢坐南走北。第一次去旅游，我买去便宜的火车票，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但那么多钱，现在我可以开车去想去的地方，车上有电子地图，能告诉我怎么走。好，M 到了了，来做对，那个字，告诉，来做对，来做对，告诉，M 到来么能呢？高速，告诉，我现在答案是 C，可以开车旅游。可以开车旅游。请问他以前是怎么去旅游的？他以前是怎么去旅游的？怎么？你听到？如你把听到？开车，他可以开始去想去的地方。以前呢，这类的话，把一滴入你绑干了，他可能是坐火车去旅游的。走南走北是什么意思呢？明渊，走南走北，往南走吧。好了，滴咚。滴答滴答，好，第35题，好啊，第35，零，35，南方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妻子一次也没去过。我说过很多次，明年带你去，但是。因为工作忙，一直到现在也没带他去。我觉得很对不起妻子，答案是 B，妻子没去过南方。很好，请问他去男的去南方的次数比妻子多，对吗？对。对，好，板南第应该说了板南第缅南有哼，不，答案是对。好，第36到第40题，好。36，商店里一个面包也没有。37，我还没想好吃什么。38，今年一点都没下雪。今年一点雪都没下，我就越公控制一点雪，代表了一点而上了快高山的吗？一点雪都没下。第39题，39，今天下午我一杯咖啡也没喝。40，你洗水果好了吗？你洗好水果了吗？
你洗好洗了等的父母给挂洗好水果了吗？等热晒倒车好，大等第41。Cái này là điểm chữ ở bố.下午搞哎吃懒了吗？Không, em mới lấy xem.好的，吃给懒，吃给懒，婚令啊，41。下午我一直在一直在在房间房里，间里看书。一直在房间里看书。二，哦，我家在学校的北面，北边，很北好。边。三，43。周末我请你去跟他去磨了给你跳舞。跳舞，怎么样？很好，公安啊，44、45，44，我想跟你们一起去打篮球，可能可以吗？很好，45，45，我们明天就要搬家了。很好，您的嘛可以荣耀，干嘛你要分别呢？请大家拿出管来提，干嘛拦住锅？请大家拿出生词，会干呀，腿脏。第二课，他什么时候回来？阿姨去了，乖乖。请大家跟我读：腿、腿、疼、疼、脚、脚、树、树、容易、容易、难、难、太太、太太、秘书、秘书、经理、经理。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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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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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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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把，伞，伞，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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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其实，其实，其瘦。瘦。中安呀，请你读一遍。读么呀？小朋友，当了边宅。腿、横、脚、树、容易、难、太太、太太，太太、秘书、经理。很好，端了，请你读一下右边的部分，本编排。端了的好吗？听到不？忘了。请你读一下右边的部分，本编排。办公室，亮，楼，拿，把，伞，棒，及时，瘦，好，请跟我读一下，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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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腿，大腿，对，小腿，不增，脚，板增，好不，请你读一下。腿，大腿，小腿，脚。好，腿腾腾了，明还肿了一条腿。母鸡腿或者一双腿。
一条腿，或者一双腿。请你用腿干么勾？腿仔、腿仔，左腿、右腿。你能用腿造一个句子吗？曾果果吃了斋。他的腿真真长，好，正他的常。腿真长，好的，疼，这个名号了了腿了，不约的哦，不约的连贯跟个体，比如说，你看这个腿了不约，脚弓了不约，耳边来了了一个雀，一个不约的拱成某个雀雀了来，这个腿踢了某个不约的拱成某个腿腿了累的，疼。那不来了，连贯等病大，懂哦？比如说痛、病、生病的病，懂哦？疼而见了不某个不来，而热了某个冬天的冬，某冬啊。另啊，请你读一下疼。疼，手疼，脚疼，头疼，耳朵比刀哪疼？哪疼？你哪疼？我腿刀比刀针，纠正了我腿疼，我腿疼比带针扎比刀宅人左左。左腿疼啊！我左腿疼。竖了不毛的吗？耳边摆了给几？那对还是错的吗？上了竖。认得过树了，棵一棵树，拱了不毛，拱为某该果，苹果的果啊，一棵树。好啊，请你读一下。树根，棵认得我根，一棵树。好，给倒了给几？输苹果，苹果树。苹果树，好，三个了，顶远，苹果树，我谁给？树沙，下，谁楼了楼下的哦？树下楼下苹果树，你可以用树造一个句子吗？家里有很多树。很好，我家里有很多树。你看，M 搞这了牛给啊，容易，到了，请你读一下，容易。容易，生活不容易，难，万事开头难。啊，容易了贼，生活不容易，古松通贼难，万事开头难，万事开头难。你可以用容易或者难打么勾哦。为母亲害得，嗯昨天我。没有了，好，顶月通贼么中了，等别拉的，越南语。越南，好，顶月空热，空考母猪呢？谁越南语？啊啊，热空热母猪呢？学谁越越南南语，语？空热母不，猪呢？一，一点也也不不容易，容易，很好。好，顶中空考母猪呢？学汉谁语。汉语一点也，点儿也不不难。难，很好。那你觉得学汉语难不难？不难，一点也不难。太太，这是我家太太，秘书、经理、婚令啊，请你读一下。太太，爸爸啥？这是我太太，来了不？对，秘书特给
经理、giám đốc。太太，太太ở这了，腾腾了，总sẽ cộng với họ của chồng nhá，không phải là họ mình。Cộng với thái thái. Thế thì là ví dụ là Châu thái thái, là ta de lão công xin sẵn mà. Châu thái thái de lão công sư xin Châu. Châu thái thái xin Châu mà. Không chắc, đúng không? Bù ý định. Chính lý dùng lý sụ cho một cái句子, thư ký. Để tôi giới thiệu cho các bạn đấy là thư ký mấy đứng của kể ta cha chia sao mà dành đi nói của kể Ta ta cha cha chia sao giới thiệu đúng không ý xa nhẹ nhàng một tí ý xa đấy là thư ký mấy đứng chưa chưa sư xin tờ hẳn lại hảo chưa sư xin lái tờ như nghi xin su bả phương anh ạ xin nghỉ túi giả bả sản钥匙钥匙，一把钥匙，一把钥匙把提腾腾的，您给起了个带杠了，你还用认读了把？莫介哦，一把伞，我搞起来用了一把刀，莫光刀，一把剪刀，莫搞嘎，一把剪刀，一把椅子，给，您工作了把，请你用伞造一个句子。就划了，木接就划地中了一把钥匙，你们木准就划了，把了一串钥匙。你能用把造一个句子吗？哦，怎么了？还做多诶，木接我的。还做对门，我就我的下下雨雨了，了，请做对门，我见过，请给我，请给我，啷个字？A 给 B，啷个字多？借，我见哦，一把伞一把啊，伞，下雨了，请给我借一把伞。被抹了。胖，得了，功劳不远，连贯跟个腿了。胖，抹个半个小时，半个月，管你空啊。瘦，给，请你用胖或者瘦造一个句子，好不？觉得他不太胖，很好，我觉得他不太胖，很好，对，感觉把一空给功能啊，空表功能令啊，我越来越胖。很好，我越来越胖了，敢爱敢，我越来越胖了。其实他们家很有钱，请你读一下令啊。即使他们家很有钱，thực ra nhà của họ rất là giàu có. Chỉ sử, em có thể dùng chỉ sử tạo một câu không? Thực ra, thực ra, thực ra, tôi tưởng là即học.使我不聪明，对。其实我不聪明。冲！很好。其实我不太聪明，聪明就难。好啊。em có thể dùng其实打một câu không?
Em chưa nghĩ ra. Chưa nghĩ ra. Thực ra học tiếng Trung không khó đâu.其实学汉语不太难。其实学汉语不太难，很好。补母几分横跟掌，懂的拱为来或者去，几分横过汉动。来提了典韦女来，比如了过当尔了，嘎板典韦过拐了来学校，懂不？嘎板了点沙过了拐了去，去，我现在去公司的了，拐着了上左卡，懂不？提了去，来提了典韦女来，去提了瑞沙女来，等等了明天和未来上来。下来，上去，下去，上下了，连熊进了，往出了，扎回，拐尾过，刮起，起来，起来了，你上听了准哼，起空快拱我的那些了，捏了的分横耳锥连肩，比如。的朗诵来，您坐起来，我呢，的我来站起来，一了分横的嘴能肩起啥东啊？起买摸带挑搬了卷，牛顿鹅那人的几类总体搭法搭顿鹅，这来去顿鹅来了，比如了楼那顿鹅的哦，教室那楼，比如说我上楼去。楼第八步反而这来或者去。二老师回家去了，饶边为伢瑞家那登鹅几勒囧的哦，所以我们要放在来或去前面。牛登鹅那人的几十问，提搭高铁搭登鹅这画了烧来去。比如了明天，好啊，请你读一下。明天要带汉语书来，帮我买来点面包。来买饭，慢条斯平行。对汉语书，那等我几十问，你搞得得这来，我不得搞得烧来。比如说，帮我买来，等我了给几面包，我就本米。狗住人打嗨嗨懂，谁家连爹为鸟，懂得么了就懂得嗨。比如了，我下了课就来找。找你，对了，懂得图你了，该接。那下，懂吗？牛搞灯鹅，明白得了烧了了，白来烧论该懂得呢？搞把牛，我下了课就来找你，懂得图还是那个接？找，就顶棒。小美拿了伞就下来，雷接我提顺论，这里灯鹅提白得了烧呢？牛高高嗨祖母，提搭搭祖母头嗨这就，比如说你下了课，祖母头念了你，懂吗？祖母头嗨，我们摆这就，我们就去书店，滴滴点塞。爸爸回来了，我们就吃饭，祖母头念，爸爸，祖母头嗨，我们摆了这就。好，今天我们学到这。下课，干嘛？你要准备摆呀？有搞 sector？干嘛？都有书了吗？你们都有书了吗？都有书了。下节课记得准备好作业。